完蛋了，都在忙工作啊，都不理老公，罚你，我要吃早餐喽，早餐还没吃，罚你。我会感冒啦，哈。啊！哎，段国清，妈呀！你怎么都没有先跟我说？哎呀，我也不知道他会来呀、哥，他好像跟我讲过哎。段国清。哦，啊，妈本来动不动就会上来。我已经习惯了，就没有特别留意啊。菲菲，不要生气嘛啊！我先出去了，金明，金明。Q 币哦，他妈接他回去了。嗯，是哦。好舍不得哦，妈妈，我现在孤单了。妈，这样也好啊。你看，照顾小孩很辛苦哎，你这样就比较多时间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啊，对不对？对啦，忙完了吗？一下就觉得好闲。妈，有我跟嘉菲。哦，对啊，妈。医院有事情是不是？嗯，没有没有。嗯。对啦对啦，啊，食饭吼就爱配菜啦，谢谢妈。食饭配手机啊，未消化。妈今天特地跑一趟来做饭给我们吃，我们应该好好陪她吃顿饭啊。但我看你一直在用手机，什么意思啊？我哪有一直在用手机啊？而且我有想要好好陪妈吃饭，所以我后来都没有在用啊。我觉得你这样没有尊重妈。我不尊重妈？哎，那妈来，你没有跟我说一声，你是有尊重我？不是啊。妈，她本来就有这里的房间啊，她本来就有钥匙嘛。难道我要跟她说，妈，我现在结婚了，所以钥匙还给我，你不要再来了，这样子吗？杜伯谦，我是那么不讲理的人吗？我的意思不过就是，妈要来的时候，你先提前知会我一声，有这么难吗？这样才可以避免今天早上这么尴尬的状况嘛。而且你习惯妈动不动就过来，我还不习惯啊。好，妈要来，我没有讲，是我的不对。但你有必要连假日都在忙你的工作吗？我哪有连假日都在忙我的工作啊？哎，以前你就可以体谅我工作，为什么现在就不行啊？不是，你也是人吧？你也需要休息吧？啊，有必要从早上一直传简讯传到中午吃饭那两个小时的时间休息一下，不回讯息怎么了？那是因为小林他就是特别需要我，所以我才一直回他讯息。那我也只是心疼你啊，不可以吗？为什么电话不接，简讯也不回？小林，你每天传的讯息能回的我都有尽量在回你，可是我还是有工作要做，而且我有家里。你是不是因为你，我每天晚上都睡不好，睡不好我宝宝发育的好吗？当过产科，你应该非常的清楚，怀双胞胎有多么辛苦。难道你就不能为我宝宝着想吗？不行吗？我是真的把你当朋友，原来你什么都不在乎。嘉菲，我知道很多事情你都要求完美，
但我觉得你把自己绷太紧了。我希望你在我身边的时候可以放松的做你自己，毕竟我们要手牵手走一辈子，所以我希望你开开心心的，不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。最近总觉得自己什么事情都做不好，感觉好像结了婚以后没有什么不一样，可是一切真的好不一样哦。我变成了你的老婆，也变成了媳妇，可我也还是姐姐，还是姑姑，还有工作。我每件事情都想要把它做好，可是我越是想要做好的时候，我就越是什么事情都做不好，所有的事情都变成乱七八糟了。然后惹得你不开心，妈感觉好像对我很失望，小林也在生我的气。大家到底是怎么样维持工作和家里的平衡呢？为什么我什么事情都做不好？老公，对不起，我连想要好好做一顿晚餐跟你一起吃，可是我连这个都做不到。你会不会很后悔娶我啊？嗯，我很后悔。我后悔没有早一点娶你回家，这样的话你就不用一边适应新的工作又要适应新的生活。佳蓓，以前你一个人的时候什么都不怕，很潇洒，我觉得那样的你很帅啊。但现在我们结婚了，你不再是一个人，所以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要一起面对。我说过了，也许我没有办法每天逗你笑，但我绝对不会放你一个人哭。流星啊，用云落。老婆，你看，下面每一个房子里面的每一个人，他们肯定有各自的烦恼，但我不确定是不是每一个家庭都可以手牵手一起度过难关。但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。一路困惑比我烦心思索，最期待什么感动愿意忍受。老婆，今天呢是一个很值得纪念的日子。你看，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，你偷拍我。嗯，哎，你没有经过我同意，怎么可以偷拍啊？我难得遇到那么凶的女孩，当然要偷拍一下。那我要处罚。啊，这有什么好惩罚的啊？你要惩罚什么？你说。我要处罚你，一辈子都要待在我身边。辈子，哇，太轻松了，不行，下辈子也要，下辈子都要，嗯。嗯，乖，乖，乖。好羡慕这种只要专注谈恋爱就好的时光。
会吗？嗯，我比较喜欢现在。是吗？嗯，那个时候又还没有跟你结婚，现在我们结婚啦，我的心里现在很踏实，只要有你在的地方就是家。比赛谁先跑到计程那里，输的人要做晚餐。好啊！如果你被我抓到的话，你就当我的晚餐了。抓到了，抓到了！抓到了抓到了我想象中的家是什么模样？会不会有一只猫、两条狗、一缸子的鱼，跟一屋子的小孩？我还没有很清晰的画面。唯一确定的是，那个家里一定要有他。